叫江哥来见你。哎，麦克，为什么没有叫？江哥，你就跟他过来。叫，跟他过来啊。为什么？跟他过来就是不是？不合算啊。叫做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将军呢，有一次就来到台北访问。他住哪里呢？蒋总统还安排他住在阳明山的草山行馆。他，然后前面这个栏板，这上面也有，到处都是。所以他就问柜台，柜台的人说：“对不起，不知道，因为员工训练的时候还没有讲过。”然后呢，在圆山所有的资料里面，从来没有发现。所以蓝屿本来叫红头屿，后来被改名为蓝屿，就是因为发现了我们自己存种的叫做白花蝴蝶兰。那这种花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傣王阿嬷。现在我们大概的位置在这里，等一下我们最高的地方可以走到这里，再来我们的后面。那日本人在这里盖这座神社，会祭祀谁呢？会祭祀这位先生。他叫做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他是日本的一个皇族啊，亲王。那日本人为什么会在台湾盖一个神社来祭祀一个日本人到饭店来上他的座？所以当年没有高速公路啊，要来不容易啊。你看，想想看，要几点钟就要出发，落龙才能够把东西送到。再来介绍这位是美国总统艾森豪，他是这样来的啊。他时间很短啊，在雄风式的访问就走就离开了。那这位女士呢，是艾森豪的孙女，2013、2014两次来到圆山饭店，就是奉献给台湾神社的。它本来是一条铜的龙啊，在放在院子里面，每天风吹日晒雨淋。民国76年，我们的金融厅哈、改造，金融厅这边是餐厅，是广东菜，这边是客房。艾森豪当年。对我们所知道的皇帝的龙是五爪，你在我们饭店里面看到的龙也都是五爪。那这条龙是三爪，为什么？日本。对，这条是日本龙，三爪。那为这张是圆山联谊会，我刚才讲飞机失事的地方就在这里，原来台湾神宫就盖在这里，飞机就坠毁在这里。那等一下我们的密道跟它有关系，这位置大概就在我们饭店东侧的下角。叫孔令伟，他是圆山饭店的总经理。他看了设计图以后，他就跟杨建女士说啊，这个把这么重要的人发生战争，把他们关在这个房子里。为什么回去？然后花很少，你的鞋子很少。我爱一家一家花，家庭有底线，应该给你。我已经在上面。那有空空还是没有？好，这个东西。说了这是密道，对，昨天还不知道。算是后